玉山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E.SUN Commercial Bank Limited， 这是该公司连续第三年获奖。大家好，我是玉山银行人资长王志成，今年是玉山成立的30周年，很荣幸获得 HR Asia 的连续三年的肯定，这份喜悦是属于玉山全体主管同仁的。人才是先行指标，也是关键指标。玉山秉持诚信正直、 专业负责的核心价值，长期致力于人才的培育，结合纪律的文化与创新的精神，持续朝愿景与使命迈进，期许玉山成为员工、顾客及这块土地的最爱。玉山以人为本，我们建立具竞争力的薪资奖酬及人才激励制度，提供多元的福利措施与完善的退休保障， 重视工作场域的安全，同时提供各式的健康促进活动，在人生的各个阶段给予最适合的照顾与支持，成为员工职涯最佳的靠山。玉山在疫情期间也展现强大的韧性与执行力，以防疫为优先，致力于保障同仁的健康与权益，透过超前部署让同仁安心，也让金融服务不中断。另外， 我们每一年进行的员工敬业度及意见调查，用心倾听同仁的心声，作为人力资源制度精进工程的参考。获奖是荣誉，更是责任。玉山将致力实现最高的山、最好的银行、最美的山、最爱的银行的愿景，使玉山成为综合绩效最好，也是最受尊敬的企业。